7月3日，周迅亮相某品牌巴黎大秀，白色针织上衣搭配条纹阔腿裤，简约造型展现出迅哥的干净气质，潇洒又干练。在巴黎街头，周迅的皮肤紧致白皙，宛若少女。但是在拍摄的这一组照片中，未精修的图片曝光，照片中可以看出周迅的皮肤暗沉，眼窝凹陷，和精修图中的皮肤状态差距很大。这还不算什么，在日本女星中条彩未晒出照片中，这对比才是真的惨烈。中条彩未在看秀时晒出了与周迅的合影，还说周迅主演的《苏州河》是他最喜欢的电影之一。在照片中，周迅皮肤状态非常差，皮肤黑黄，黑眼圈、眼袋暴露无遗，法令纹也比较深，被旁边的中条彩未吊打。这个妹子是97年出生的小少女，比周迅整整小了23岁，难怪两个人的皮肤状态相差了这么多。我们只能感叹岁月不饶人啊！大家都知道周迅是因为抽烟喝酒，而且不怎么注意皮肤护理，所以皮肤比较松弛，之前也出现过脸部浮肿垮掉的时候。希望迅哥要调整下生活状态，好好保养保养自己啊。